们现在来到了峨眉山，这是第三天的行程。啊，那现在在四川的峨眉山，等一下要去拜普贤菩萨，啊，大型普贤菩萨。啊，这边是他的山门，啊，很多游客。那边有一个石雕，啊，然后停车场，我们现在停车场的地方，有辆车在后面。等一下就要去朝拜普贤菩萨了。很开心，很漂亮哦！今天很难得出太阳，又有云海，啊，285天都是阴天，雨天，今天难得有云海，没有云啊，不然的，来来导游常常上普陀，让峨眉山哦，他说很少看到这样的。对，经常住在峨眉山就很少遇到这样的景。哎，老师，对，就说今天一定会看得到佛光。对。佛光普照，我们要看到佛光普照。对，哇，好漂亮！哇，云海这样，对啊，云海啊，对啊，哇，云海，漂亮漂亮。还有雪，你看，这都是雪。哇，前面都是雪。山顶都是雪，然后下雪，今天天气很好，出太阳。那前面有云海，挺好的。漂亮啊，这个雪，这个都是雪，它前面还有云海，高高要好漂亮啊，今天天气够好啊，可以看得到啊，看到到这边晒太阳，现在已经到了峨眉山了，现在都是冰雪，现在要上山了，还好今天有出大太阳，还蛮温暖的，虽然冷还算蛮温暖的。现在我们要进入口坐缆车，不是啊，是很冷，你站着就知道，站着一下。对，师傅，不是要走到这边晒太阳，因为这个雪地很滑，我们都要穿上这个草鞋或者是袜子，不然会跌倒。所以我们大家在这边穿了这个袜子。好，现在要上山了。哎，现在上山了。现在上山，好，要小心，因为那很陡。你看，大家要拉着栏杆，那雪地是滑的哦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穿草鞋的话，基本上是会摔个四脚朝天，非常危险。而且很多人都要从那里骑上去。啊，要。好，棍子，这是赶猴子用的。不是啦。哦，不是赶猴子用的。哦，这是用来撑的。好，东，那你上装机要拿好来哦，小心哦。哦，行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你要出发了。哦，真的蛮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要慢慢来，好，急不得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前还有其他人在哪里啊？那老师人呢？过来，你马上走，那就走了，我一条路。好，走啦。好，走啦。好，一定要这是雪，这是积雪。那我们现在走上去也是很危险，慢慢走，很多游客。我们基本上要抓的滑竿，好，穿的这个袜子才能上去这样。好，很多人，老师已经上去了。好啦，为了安全，不能再拍了。等一下呢，再继续拍。耶！我们排了，快跟上！哇，你白雪！要慢慢走，不然会滑倒。风景很漂亮，十分的漂亮，峨眉山。好，我去马上。
我们还要到，必须搭缆车到那个山顶，山顶在那，我们还必须搭着车子到那上面去，才能真正到金顶。很漂亮啊，在台湾很少看到这样的景象。这是峨眉圣山，峨眉山。慢慢来，慢慢走，慢慢开，要小心啊！还细啊！来，可以。峨眉山，你好。后面有云海，像不像眉毛？峨眉，跟老师照一个。哎，来，你会不会好？好漂亮啊！来，来，陈家，很漂亮这里。虽然蛮危险的哈，但是很漂亮。这个姿势啊，慢慢走。慢慢行，莫行紧哦，晕啊！阿彪晕啊，莫行紧哦。很漂亮，很好。漂亮漂亮，唱一下。走在上面要走1.5公里的路，才可以去坐缆车到，再爬2000公尺，所以大家都很辛苦的在爬的。老师在前面，老师很努力，一路上都没有休息。我都快不行了，刘老师很厉害。好，我们要上山喽。对啊，慢慢来，很累啊。你要拍就这个。好。真的很辛苦，要爬到上面1.5公里，真的是不容易的。啊，好漂亮啊！每个人都气喘吁吁的，真的。然后老人家也很虔诚了。今天一定要从今天减肥。已经快成组了，真快减了，真是。快到了，最后一阶，就快到缆车了。啊，风景很漂亮。我小弟弟也很努力。走一步，啊，别那个路终于到了，还要爬到那上面。最厉害是这边的扛轿的人，他们就扛着人这样上山下山。是啊，一会儿在景东不是刚才那一会儿了，你知道吧？哇，这风景好漂亮。为啥吧？刚才有云海，现在没了，现在这样是吧？太漂亮了。刚才云就在这儿。哇。走，真是太漂亮了。开心啊！开心，少一条呢。哎，我走吧。哎，摸就别的东西，我干这些不用。我戴个帽子，感谢。我戴帽子。戴帽子就反着戴嘛，这么戴出门嘛。我们要这样一直坐上去，坐到那个山顶。去朝拜先菩萨，这些是那个扛轿的人，他是很厉害，在这里延揽客人，然后往前走了，老师可能在等我们。我们现在终于到了索道，啊，还要排1.5小时才能去坐到缆车，这样，这几天来拜大佛已经体验到，拜大佛要很有毅力，啊，然后也要时间去等，这样，时间要在那里。没有看
这里可他脚有扭到吗？没有，只踢到而已。哎呀，没有怎样，到底你谁？现在排一个半小时去做索道，进去里面做，然后就会从那边这样上来，才可以去拜峨眉山的金顶的那个普贤菩萨，人很多，不输拜大佛的人潮。好处是做索道都不用再走下去了。拜大佛是排完了要继续走下去，这个辛苦了一点，是。那么呢，跟普贤菩萨的那个十个大愿比起来，走这条路一点都不算什么啊，所以真的是，所以我们要很努力精进，对，往上爬，对，要努力修行，刚才爬上就好了，对，啊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来后面，很漂亮，真的，都不舍得关机，要让大家多看一下，多看一下这个美丽的峨眉山山顶，非常的漂亮。所以我们就在大水溪边了，吃鱼香啊，加汤汁啊，你拿这么多东西啊。慈云西极，因为老师说这是在最西方，所以叫慈云西极。做一只有一，他说他明明看到一条白象，一个菩萨做一只大的白象，六个牙齿的白象，他显灵在虚空中，他整个就不由自主双爪跪下去，他就一直膜拜不敢抬头。啊，普贤菩萨跟他讲，这是我的道场，希望你发心。啊，为我在这边建个茅屋就好了，啊，然后这是我的真身，因此呢，这个老人就开始真的很虔诚，他说那边再想盖一个小小的茅屋，由此呢，道教的峨眉山就变成佛教的普贤。哦，这是有典故的。山顶，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哇，你们两个太有胆识了！你找了没？来了，这就是金顶了。大家都很男士先迈左脚，女士先迈右脚的方式，一个一个台阶，一心一意去礼佛。但是呢，不要回头啊！一心一意，一个一个台阶，走得慢一点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是要一个一个台阶，不要太贪心了。我要回头。回头再度众生，回头是二嘛？还有很多众生的事。那再跟你讲一下，这样说我还会回头。啊，好，来，今天练习这个吧。待会儿呢，我跟你们自由活动时间，自由活动以后呢，我们大家下午来集合，清口那儿啊，记住了啊。说到来这边坐。没有这样，三点。
说他有红字币，他不要。跟他讲解了，跟大队要去那边要看一下拜拜之后要念了。啊好。我先拍讲解。它上面一共有十个脑袋，面朝了十个方向，也就是三十方三，一共有三层，代表十方三圣的意思。而它十个脑袋面朝十个方向呢，就是朝着佛教的不同的十个方向。再往下看，大家看到了，首先呢，它三辟迦叶，九芽如叶，打坐莲花，其六爻白象。而六爻白象呢，在佛教中表的就是六根清净，而佛六爻呢也是六爻土，六爻白象呢也是受功之王。他手持的这个如意呢，是属金属大宝而成的，小吉祥如意，平安如意。那大家呢，就是。就是往下看，大家会看到一个塔呈四方的这个塔座。大家会看啊，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灯塔，这个灯塔里面呢就是里面的万盏明灯照火神的法事活动。它呢就从2006年的时候开始到现在，明年的2006年，就是明年的明年八月六月十八号那一天，对，六月十八号那一天呢，在这里呢还会进行仪式装葬活动，同样呢也是一样，请到48个国家108位高僧在这里同时进行装葬。那这些灯呢，就是说万盏明灯照普贤，里边呢有9999盏呢是由我们客人请的客人呢提供的，最后一盏呢是由我们三个最大的高僧他来点燃。因为你们在请灯的时候呢，他会给你一张红色的佛条，佛条上呢你写上你的名字，或者是写上你的愿望。都写上了以后，灯会在这里燃上三天三夜以后呢，僧人会将这张红佛条收起来，收集好了以后，等到9999等都齐了以后呢，就在明年6月18日那天点燃以后，装葬在大象洞窟里边。所以说呢，也称之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万盏明灯照普贤呢，也是你们唯一，就是大家客人唯一能够参加明年6月18日这一次的法事活动了。那在这里开光的时候呢，同时开光的那一天，也有10万件法物在这里进行开光。那在开灯的时候呢，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道佛光，在车上我是给大家讲过的。这个佛光的神奇之处呢，也就是我们所有客人，你站在佛光的脚下呢，你向佛光挥手，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影子，也看不到其他人的影子。那这个圆桌形上呢，有普贤菩萨大愿十大心愿啊，大家待会的职位可以自由去看一下那个圆桌形上。那后面呢是金银铜三个殿堂。金殿里边呢，供奉的是普贤菩萨其普像的坐坐像啊。主要呢，就是你们如果有属龙或者属蛇的那个本命菩萨呢，就是普贤菩萨，对吧？本命菩萨。对，然后那个金那个铜殿呢，铜殿也称作也是华藏寺，里边供奉华严三圣、释迦牟尼、普贤菩萨，还有文殊菩萨。在里边呢，你们就是说祈求平安，祈求孩子为孩子祈求学业。那这个金那个银殿里边呢？就是说当时开过光的东西呢都放在这个法务流通处里边，这营店里边法务流通处里边是由客人去请的。但是那些你这里呢也提醒大家，在佛家里边呢你都是将自己平安健康请回家，并不是买回家。所以说呢，你进去以后你如果想带的话，你可以你必须得说是请。你请了东西以后呢，他这个里边呢，这法务里边呢，他有一个开光证明，他会给你一张开光证明卡。请好回去以后呢，第一次佩戴的时候呢，必须佩戴满24小时，还得沐浴更衣以后才能佩戴。而24小时以后呢，就百无禁戒，但是必须放取下来以后，必须放在干净的地方，不能放在这个厕所里边或厨房里边的。那现在呢，大家自由活动一下。
下这个。我这里拍的拍那个电视就山上拍的，冬天拍。我卡丢棍了，啊，丢棍好嘞，卡好啊，我们看了看等等他们，是，上面绕一圈绕一圈没人，现在在那个福泉湖上身体里面。好的，拜啊，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感谢，一切众生皆忏悔。安好，阿弥陀佛。那头早早恁了后边，我就可以甲你。啊，你有去无？遮，阿袂好。哦。头早拢去过啊。去景点啊。哦。我都无看到恁啊。哎呀，你加无同款咯。Gracias.